的不一样。我那天我测试了一下，真的是对，会有一些不一样。那没事，大家伙儿把自己的用体验的感受啊什么的，你都可以发过来啊，在小程序爱听厦门上。谢谢广告，到后天。就是爱旅游，就是爱生活。这里是 FM 九四厦门旅游广播。红点设计博物馆暑期特惠，购买设计沙龙门票即送美式早午餐，无限畅享香醇茶饮咖啡，专业设计书籍免费看，还可享机场独特景。